员曾雅兰日前在社群平台发文分享自己为了工作而化的妆，她的老公侯昌明看了之后忍不住夸她漂亮，甜蜜的感情令人羡慕。不料贴文引来部分网友留言批评，见她整容的太多，已经认不出来是她了。对此，曾雅兰既感到无奈又苦恼，坦言自己做过的微整项目都有公开告诉大家，而且她一年只做一次医美，不少是代言推荐才去做的项目，网络上都找得到消息。她表示妆容也会影响容貌，随后上传了多张在不同地点、光线和角度底下所拍摄的照片，搭配不同的妆造，拍出来感觉真的会有差。但也解释被网友批评的照片中，自己画上了刚学的鼻影，所以看起来差别才那么大，笑称是不是画得很成功才会被网友们误会。曾雅兰也认为女为悦己者容，化妆和医美只要不过分追求，自己喜欢开心就好，获得大批网友留言力挺。